爸母，什么干你老母？不是啦，是格你老母。哎，是真的哦，你若拄着太阳族的贵宾，你会使安尼甲伊讲。啊，哥，你若拄着阿妹族吼，你袂使安尼讲，伊会讲甲你叫，甲你吵，你知无？另外，伊要甲你翕相啦，地瓜，嘿，刚刚我们就讲啊，拍照有很多姿势啊，头痛、眼睛痛、肚子痛，什么都可以摆，知道吗？还有剪刀石头布都可以摆，嘿，所以等一下呢，香香说要拍照的时候就要赶快要开始比姿势了哈，哈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去格林老屋哦，哈，嘿，啊，恁酒蛋酒要提到去无？有要炸到去无？要，那个橄榄酒，橄榄酒，要了，嘿。好，阿脑被炸了，停哈！等一下，那个喝酒部队要记得把它带下来哦，哈，把它带下来。啊，蛋姐哈，另外叮叮叮，因为它那个是台南的府城小吃美食，一道一道的上，好，你唔贪讲想要哈，就赶紧的都先改食食完，它会一道一道的上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唔贪赶紧食哦，阿妈唔贪分享一下你姐好不好？一个有什么茄阿米啊，个有什么岛灰安平豆花，它会一道一道的。准备都起啊！好，一定吃得饱，好不好？慢慢的吃，慢慢的享用哦，哈。好，啊，暗下吃鸡哦，哈。哦，你听嘛，哈，水杯加开掉。好啦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应该不会太久就到了啦，哈。那我们一样再把歌来给他唱几首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大家还蛮踊跃点歌的哈。好，那现在有精神了哈，可以开始脱了，好。那赶快来，哎，那你没有帮我们小花姐没有来一首比较轻快？我头头看你伫中咧摇呢。我今天好快呀。哎、欸，你有看到吧？有想要更快小花姐来摇一摆吧？哦，好，来，那你要什么歌？我给你点一个。哈，要来哼唱哼唱。无啊，唱这。
以前台南这边哦，古城它的城墙，以前没有城墙的时候，
它最外围会有这个一层小赤土，然后赤土也会光影一层，或者是这个绿色。够位啊？啊？不会，我都等下咯。有啊，咱都要伫遐电棚遐运台啊。
有缘买肉买菜兼买鱼，拄着田
车的厝边，无钱嘛，予伊写转去。我紧啦，我紧啦，我紧啦，我紧啦。